热吧？嗯，来，够了吗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冬天你就是我的优乐美，夏天你就是我的冰可乐。话这么。哎，人，嗯，我再问你，嗯，你知道我最欣赏你哪一点吗？当然是我的美貌。嗯，还有，那就是我的才华。我最欣赏的就是你的坚强和乐观，就像这个可乐一样，不管在什么环境下，都可以屹立不倒。我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下去。你不是有病吧？你不是有病吧？你这话说的，你能做到吗？啊，就这样？这不简单吗？我跟你一样不就行了吗？我们不一样。你一样。不一样。真不行，你是不是？没有。弄什么线了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快教我怎么做的。你看。快点告诉我。哎，好了好了。欢迎来到教学环节，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小魔术小套路。杆杆已经教过我了，然后他在去后面死躺着。但是在表演之前，你要做一点准备工作，就是准备一个罐装的饮料，然后把它喝掉1/3左右，先提前喝掉啊。到这儿，自己掂量一下，到这儿就差不多了。像罐装的饮料都下面都会有一个凹槽部分，这凹槽部分找一个平面的地方，这样斜着。小心翼翼的给它放开，它就成功了。然后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土味情话，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。但是我有一个小提示，就是如果是撩妹子的话，千万不要用碳酸饮料，因为妹子不喜欢喝碳酸饮料，会长胖的。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别急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？最喜欢我什么？我哪知道。